对啊，太认真，因为平常我们来这个地方呢，是很少来，而且我忍了两三年才来，你知道吗？就趁今天教练不在，我们才来的。对，平常那教练看到我们，他就抓我们进来，他讲，哎、欸，我们要训练。哎呦，他被这教练训练到哦，我们就要进国家队了。我也是。Oh my god！今天我们来到了 National Aquatic Center， 就是国家游泳池。它是在1998年建立的，而且还是很标准的那种游泳池，哎，真的是奥运选手哦。所以呢，我们是第一 batch 的这个国家队。所以我们今天也带了第二、第三 batch 的这个游泳健将，对，跟我们一起回来这里重温以前的梦想。对，有请我们的嘉宾。首先，陈伟队就有永远都是那么孩子气的 Daniel 李杰汉，以及帅之豪爽的 Cindy 陈思怡。美心队则有不久前推出全新迷你专辑的创作歌手伍家辉，以及能歌善舞又懂得创作的 Winzy 舒英之。哎，多久没来这里啦？我每天都来，每天都来，然后那教练讲你可以回家去。因为你要练太久了，加上教练说你这样脚会抽筋。对，这里呢是来这里练什么的？没有，我们这两个歌手呢，就是把我们平常就不展现出来的那一面，就呈现给大家看。对啊，对啊，千万不要浪费笑的嘛。怎么样在水里面？我们来看你们有什么好料？唱歌。我觉得你们唱的那么好听，是在水里面练习的。你在下面有吗？我们今天这个游戏呢，还是一样啦，赢家当然是会有奖。对，输的呢也是有惩罚啦。到底今天惩罚是什么呢？来到泳池，惩罚当然离不开泳池了。今天的输家必须蒙上眼睛，然后被赢家推下水。优胜嘉宾可赢取由欧洲第一牛仔品牌 Lois 送出价值300令吉的现金礼券。如果要先做这个事情的话呢，比较有压力啦。马上出发喽 ，Go！ 一回合，七凯得胜。每组派出一位组员进行挑战，挑战者必须一边游泳一边摘棋子，成功摘下最多棋子的人即算获胜。那第一棒我们要派出的呢，就是给喵。美心队呢就有嘉辉。限时是1分钟啊，准备3、2、1，开始。加油！嘉辉加油！哇，这是变相的游泳。可以哇！他们不用呼吸的嘞，他们有塞的嘞。哎，嘉辉很厉害耶！嘉辉不会起来呼吸耶！你好，嘉辉，他真不会起来呼吸，在下面游泳的。不会，他起来，他起来了。你们拿完了？游是吗？拿完了，拿完了。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。也拿了19个棋子。听说呢，目前呢，美心队在这里分获得1分呢，现在排第2棒。那我们第二棒呢，有 Orange 阿长，加油！美心队呢有梅姐，梅姐，梅姐是会游泳的。只有梅姐这小像美人鱼就好了。对，计时开始，开始。Orange 加油！梅姐加油！哇，两个都选择有没有把握？哎，要把的嘞，棋子要拿的嘞，不只是有啊。梅姐很有气势，她是输赢之间都，因为她是输赢师。输赢。对啊。还有30秒。我们30秒。30秒。好，位置不要跑，你们自己聊聊。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25面棋子，25。我的陈伟队呢 ，Orange 呢，你拿了21个棋子，不错了，彩虹甩磊了。对，所以呢，美心队又获1分啦，我们要加油啊！他应该是发急忙吧。其实真的不简单，因为他们要一面游泳一面拿那些。对。就是呢，最难是其实是要抓紧，然后其实抓紧同时你要游的时候，对，有的时候可能会松手。哎，不要了，我们拿着，要不然。30秒，30秒，加油！30秒。我觉得现在呢，
呢，只要 Maki 稳稳来就好了，因为速度上很明显啊。我觉得现在应该去练一下 Maki， 给他养一下。哎，他掉了好多个哦，心里的棋子。没关系，是你的手小嘛。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完美。我们的15胜，不过没有关系，我们的教练讲了，虽然我们输了，有最后一分还是要极力争取的。三、二、一，开始！五月加油！加油！美心加油！加油！其实我们一直觉得哈 ，Rickman 是可以在旁边等住的。Rickman 加油！多少天了？真的是，是用假睫毛来游泳。美心，美心太 turbo 了。哇，美心真的是很好，美心呢叫 terrible， 丽美是叫 terrible。进行挑战，一人负责用手掌将组员顶起来，另一人则负责抓破气球。每组有三次机会，成功抓破气球即获一分。难度，难度啊？为什么？因为人不高，很难跳到。把他的黑马王子拿出来上来的
白雪公主黑马王子。喂喂喂 ，Oh my， 你撑他的脚过后，你要看一下你手会不会在。好，准备好，三次机会，来，一、二、三。开始。我不知道在做什么。这你要什么时候才开始？这是假的吗？准备好，3、2、1，开始！你说快啊！救命啊！小毛，快！3、2、1，开始！加油！阿姨，加油！阿姨！哎，我现在好像是我们华人过年的时候订那个春联。美心跟佳慧了，好 ，OK， 美心、佳慧 ，Good boy， Good girl， 我跳一个 那抓好机会啊，特别的机会啊 ，OK， 3、2、1，他根本没有理我讲话，你知道吗？他们两个人 ，Bad fish。有时候那种国际高手呢，我不听，我不听。好，所以这一关呢，我们是3、2，小小的领先了陈伟队。但是呢，我们刚玩的第二个游戏呢，只是一个小热身、小暖身而已哦。接下来这个游戏呢，才是真的挑战我们呢。我们教练来了。教练来了，我们走了。两组人马需要发挥各自的创意，在现实内编排一支长达1分钟的花样游泳表演，并且必须把两个指定动作，那就是
Flamingo 以及 Balalag 加入其表演当中，成功完成每一个指定动作即可获得一分。最后呢，宝文也会针对他们的整体表现给予另外的两分。就是我跟美心啊，就要大展我们这种国际手的这个身手了。对呀、啊，你们的姨妹我们也是哦。对，没有，而且今天我们是请来我们的师妹，来我们的师妹宝瑜，宝文，多年没见，你忘了人家的名啊？要点出你的心，另一个就是你的手的动作跟你的脚韵律操啊，我想看他们举脚怎么样。好了，那不如我们请我们的师妹啊来示范一下啊，有几个招式是我们底下要学的。对啊，会有两个动作在你们的 routine 里面，那就是一个叫 flamingo。另外一个就是 balalag 的动作是这样子，我用手这样放在上面，哎，这样子。我刚刚老师是讲过，最主要是那个 flamingo 还有什么里面可以说鸟鸟，如果我们是这样子的话呢，我们多搓了啊，美女多搓了哎。还没有这个。修，我们是修。
可以吗？我们问你怕蜜，指定动作，成为对的，做得不错。两个，两个出来。每一个的话，一个有做，一个没有做，所以我就没有给分数你们。哦，这两个都有做吗？我们俩没有，指定动作没有做到。两个。对，就你做，他没做，所以我没有，这不算。我们的整组的这个整体的分数是怎么样？指定动作我就给陈伟队两分。耶！对于整体动作呢，我会给美心队。几分这样哦？这样整体动作有多少分呢？整体动作是两分。啊？哦，所以是二比二。整体动作我们的就得两分。对啊对，因为给我感觉有做到，因为有感觉像是在比赛这样。哇，太厉害了！那到底今天的总分怎样？多少呢？耶！8.05。我们要跳8.05。不是，你们要背惩罚吗？对。要被蒙眼推下去。要先说一下啊，为什么我们组的这一个呢会在那边？突然间来一个蓝色的，就是因为心底他的脚受伤，我们怕伤到他的旧患，所以呢就有一位英雄出来救美。我们先第一位要惩罚谁 ？Oh no! Oh no! OK， 有你来。好。OK OK， 那那 OK 我。第二个，巴基来，第二个巴基来， okay, 第二个巴基来，哎，第二个巴基来呀，哎，请巴基准备好了，一、二、三，来了，来了，好了好了，好嘞，好嘞。除了这样呢，我们也要感谢今天场地赞助啊，让我们可以有这么多油。那当然呢，感谢我们的嘉宾。